里面说，如果你会其中去参选总统，会有腥风血雨，那你怎么看？其实我现在就是新北市长，不分你我，不分党派，最终要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摆在最前面，大家一起面对新北大小事，也面对国家所关心的事，大家打好携手合作。先去管理黑酸哦，他并不抱不平。那市长有觉得委屈的地方吗？谢谢议员们，大家要齐心齐力来关心新北市的大小事，议员有监督的责任，新北市有责任把事情做好，大家不管在哪个角度，会都要同心协力共同面对，所以新北市还有待议员跟我们市政府并肩作战，让新北市今天会超过昨天，明天会比今天更好，大家一起努力加油。